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手机支架，刚刚已经示范过，可以在稳定器上面，稳定器穿过去，随时可以夹手机。那么还可以独立做行动电源。那现在这是二代，叫做 Super Multi Function SM02。好，前面那个没有这个热靴叫 SM01， 有热靴叫 SM02。SM02 在 SM01 所有的功能之外增加了很多。首先呢，读卡机。当做读卡机使用。第二个呢，GoPro 运动相机使用。把 GoPro 运动相机跟着板子夹着使用。那么视角的位置呢，基本上是很跟着镜头是蛮接近一致的。当然了，这样用起来好不好用不知道。最后呢，真正的用法是这样子：直播机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直播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放。行动电源，这样子进行这个边手机边充电，边当读稿机的一个作业模式。好，在下个模式呢，就变成直播模式了。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截取卡。收到我自己吧，我没有啊，我说会移动。会移动啊，可是移动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截取卡装上去之后呢，数位相机的 HDMI 进去，然后这里的那个。叫做 USB 进来这里，就可以进行数位相机的直播作业。好，以上呢 SM02 呢，在这边介绍给大家，谢谢。